好多房子啊！哇，这里是中正纪念堂，这是孔庙，这是中正纪念堂，啊，这边是总统府，我看这建筑拢就属于，现在拢无这些特色。这个土地银行有那个恐龙特展，它长期都有，一根好像只要几十块而已。对，等一下一人挑一台，啊，然后就会被老板抓走了。哦，哦，那里还有儿童乐园，谁要去坐那个旋转木马？哦，真的哎，我们去那边看达成镇。小心啊，慢慢走。国父纪念馆。动物园。哦，有动物在赛跑。做的还蛮好的。哇。旋转咖啡杯，还有那个旋转木马飞机，啊，还有摩天轮，哇，还有飞机，还有飞机，是啊，你要坐吗？我现在是坐男的。我们改天再去玩好吗？哦，这是儿童乐园。那是很久以前的旋转木马。对呀，它是模型，是小的。这是鹿港民俗文物馆。哇，鹿港的房子这么漂亮哦。哦，来去看飞机吧。啊，阿伯坐飞机不就把他压扁了？啊，小乖，我坐在上面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哦，谢谢你啊。你这个不孝子。还有蓝色的韩国的飞机，这是韩国的飞机，这是欧巴的飞机，白色的是中华航空。哇，这里有车子的警察车。对呀，然后这是桃园机场。对呀，这个盖这么久了都没有漏水。真的是，哇，那里还有灰鸡耶！有很多种灰鸡哦。灰灵鸡呀！起了起了起了，一马克克咩！哦，你们来到这里是哪里呀？刚才来看高速公路哦。那怎么车子都没有动？我来问的是。哦。这是高速公路。我们等一下要开高速公路回家。石门水库在放水啊！
车子。对啊，还有货柜车。中国造船，上面还有一台直升机要起飞了耶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那个放天然气还有石油的。还有船呢、小乖，还有一只鸭鸭。这是鸭鸭。哇，这里有鱼哎！之前有下水哈，以前我们在这里吗？对呀、以前来这里看它会游，它会下去呀、现在都没有了，直接都不动了，没电了，要关门了吧？要早上才有在动吧？先来这里啊、哦。